撕了想着你，遇见的那天我们的感觉安静又透明，我知道爱是种魔力，不经意就会被点击，到后来才发现是你的出现让世界美好而又甜蜜。春梦了？我哪有啊？绝对有！你看你脸都红了。我那是梦到钱了，太激动了。是吗？哎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我给你讲谈恋爱的事情，你开窍了，对不对？我那是在做方案。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不是，可是，工作跟恋爱并不冲突啊。智者不入爱河，本小姐要洗澡。记不着。哎，你不会是梦到不一见了吧？哎。你怎么受伤了？行为艺术。破冰行动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先去看这个，走吧。你这样太有碍观瞻了，不适合出现在完美的我身边。小王，带他去医院。好的，步总。喂，我这是带伤工作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的工作今天由宋婉负责。总，我可以不用拐杖的，真的。钟秘书，身体要紧。这次我们破冰局做得不错，但是呢，也要考虑一些极度自卑的人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加一个匿名信箱。这样呢，可以让自己喜欢却不敢表白的人先从笔友做起。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？没有了。加点酒，最好是那种能让人微醺的果酒，既美味又让人放松。我不是让你去医院了吗？请假不是我的风格。再说了，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，我又不用脚思考。不用太感动啊，给我加点奖金就行。并不是，我只是担心你一只脚跟不上我们的速度。那你可放心吧，我有帮手。小步走，你们走快一点啊，太阳都要下山了。小心一点，一会儿别撞了你。你们太慢了，我不等你们了。没想到钟秘书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呀。可爱吗？那是轴。但是有他在，确实能想到很多不错的点子。那你们要反思一下了，为什么你们想不到？为什么你们想不到？顾总，嘘，回家。
怎么到你家了？不是先送我吗？我到你家的时候，你刚好睡着了。那你不会把我叫醒啊？王师傅呢？今天算你幸运，我的私人医生刚好在家，我让他免费给你看看腿。我的拖鞋有点大。好，慢点。老张，好，快给他看看。坐吧，顾总。让我来检查一下。这么大的创面，就用创可贴啊？怎么那么严重啊？事出紧急嘛，就。哎呀，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。紧急也不能糊弄啊。老张，给他用最好的药。还是我们顾总懂得心疼女朋友啊。他不是。你轻一点。碘伏消毒嘛，肯定会疼。要不顾总过来吹一下。哥，你自己忍一忍吧。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你轻点。知道。傅总啊，这伤口啊，这几天千万别沾水，多擦几次药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谢谢。好，老张，我送送你。傅总，天赐良机啊。好好表现。刺什么两节？拿下他呀！人在受伤的时候，最容易脆弱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慢走不送。嗯。一个医生弄好。知道了。顾总，宣传片的事情已经安排。那个下班时间，就不要谈工作上的事情，先照顾好自己。好。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奖励你。那我可得好好想一想。有一个地方你肯定没去过。开玩笑，这个城市所有好吃的地方就没有我没去过的。赌不赌？100。我给你赌1000块。我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，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，你是否我们绚丽的记忆、哦、我拿什么才能够换回你，也许这场梦做的是我太过用心，这是个秘密，谁也不能随便听。